即摆甲各位报告咧，即摆说的即个咧，要予大家了解一下。有的人说上台他会有一点害怕，那么告诉各位，今仔日咧，要来请一个，邀请一位专业的、专业，伫咯82台啊、84台吼，伊个钻石大舞台的专业人员，要来甲咱唱歌，甲咱一个副业，咱的即个业爷吼，副爷。啊！因两个要来合唱的，你甲看看专业的甲这个平时啊凊彩唱唱的，安尼有差偌济哦？吼，其他是真正很想认真，你他就地方啊，我你讲。好来，多谢各位领队来，玫瑰我爱你，好来，谢谢。哇！舅舅，你的这个镜头真正甲做好势。来，这个镜头。玫瑰虽然是夫妻，却是含泪分芳名。五月十日，满满心，酒一杯，满干。是某有太太。尤大哥，尤会长，谢谢你。祝他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哦，大家拢只笑脸都回到，好唔好？好好，这边有听到，谢谢。玫瑰虽然心无气，我这边，却是含带芬芳味。你看，夫妻恩爱，阿妈这边。因为每回每晚
最后哦。好。今天不能挂钻石到台哈，俩起来破阿妈都合唱，为难都会要求一动作啊呢。啊呐，对对对对，伊外行的呢。小金姐嘞。啊是啊。我伊个金片，他都还没上金。对哇，先给下个金妹，这金子啦，这下给你金妹，下金妹，寿星嘛，寿星嘛，哦，你好，我给你金妹，啊，我徛你这看海钓啊，哦，好诶，好诶，哎，哎，无啦，你是刚才恁是上街尔，无啦，人即摆我着对，我，啊，我着了，我着良心啦，这盐呐，再去食良心的水喏，无，唔是，无啦，因为七，我用拄啊讲七十嘛吼，七十嘛对无？对啊，会长讲，七长讲挂着就有啊，挂着就出来啊。的确是很不错的啦。哎，开始讲，不错了哈。那个专业人就是有专业人的派头啦。讲起来讲话好听啦哈。啊，因这是临时家己编的，无叫光叔来，哎，这当真赞哦。他都啊，那个叫做文祥先生。那么，因为咱平常时啊呢，大家拢看到钻石大舞台嘛，啊，钻石大舞台，等人看到伊啊，即摆换伊来做一个歌手的，换咱家伊，安尼主持一下哦，好，谢谢，来。